可以画吗？男人呢就必须接受挑战。我把你画，我今年会，我会红。真的吗？那红嘴巴可以吗？可以。真的，再用力一点好不好？因为你既然要来说是挑战我们这个日本博士的一个这个封存的一个技术，对不对？你很像我高国中的老师，把这个假画个圈圈。我今天会红哦，因为我要跟各位观众说的是，第一个的口红它好像还有很高的蜡，蜡 对，那它对皮肤的伤害也很大。嗯，所以如果说你的嘴唇不好保养的话，是，而且会皱巴巴，就像杨婆婆。哦，那我现在为各位来示范。是，第一个呢，我们先把我们的手哦，先润湿，润湿一下。对，然后呢，我们脸也润湿，脸也润湿，对，脸也润湿。哦，就是用水去把它沾湿就可以了。对对对，那记住哦，这个水不要太烫，因为太烫它无形中还伤害皮肤。是，你微温就行啊。是 ，OK。那再来，我们拿起蜻蜓呢，我们就这样直接搓揉。啊哈。哦，那记住，因为我们手有时候脏脏的，我们先把我们手洗干净。先洗干净。对。嗯。哦。好。洗干净，因为它呢，整个结晶会在我们手上发生效果。是是。好。好，先洗，因为刚才你很手上有很多那个卸妆油。对。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呢，把那些不好物质洗掉。那我们现在应该做搓揉动作哦。是。因为呢，在搓的过程当中，它分子很小，会慢慢在我们脸那个手上呢形成微细的泡沫。嗯。哦。然后呢，我们在搓当中呢，会把这温度慢慢带到38度左右。哦，对。哎，怎么有开始那个白白的那个好细的分子出来的感觉？它像牛乳状哦。哦。对。那因为呢，我化的比较浓妆，所以我今天分量会多一点。那因为刚才主持人又给我加持了这红色的这个口红，给你加料。对，所以我必须要多搓一点，然后比较好卸妆。那你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你搓出来的感觉到底是？现在是这个情况。哇哇，你看哦，这情况。对，然后你看哦，我现在去搓揉它，你会发现越搓揉，随着温度的提升，它会形成更绵密，非常绵密，更细就对了，对，更细致哦。然后你看有没有？哇，很绵密哦。那这情况之下呢，你看哦，它会深入到我们肤质里面的肤纹，是，因为它分子非常小，是，它有办法做到彻底的结晶。哦，好，那我现在开始做卸妆动作。好，一般我们就很轻松画圆圈，哦，轻松画圆圈。哇，哎，整个都下来了耶！对，那你它是产生晕染的效果，而不是在卸，它不需要推，对，也不需要去扯，哦，很轻松。哦，那现在我们再加一点水，然后你会看到，哇，它很轻松的，整个都带动起来了。对，那无形中呢，你这样轻轻松松的、很滑润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对皮肤产生拉扯。那你对皮肤不会产生拉扯的话呢？我们皮肤的皱纹就不会产生了，所以就不会老得那么快哦。是。那像眼睛的话呢，我们轻轻的就可以。我轻轻的可以。那你的嘴巴呢？我的嘴巴当然要为我的太太保存最好的肤色。我会卸一半。你看。哎，其实仔细看哦，我们可以透过镜头会发现说，那个东西跟刚才离开的是不一样的。对。它完全是浮出来的。然后你注意看我的毛孔。它现在已经深入我毛孔，它一粒一粒，我的毛孔很精致，一粒一粒哦，一粒一粒的，无形中呢，它在帮我做所谓毛囊深层的分解，是，因为我们的分这油脂呢又硬化了，所以就形成粉刺，那再形成黑头粉刺，然后当泡沫停留脸上的时候，请容许我在我的漂亮鼻子，我们做一样揉捏的动作，是，为什么要这样揉啊？因为呢，我们两颊随着我们聊天、吃东西、咀嚼，我们都带动它的活动，是，但鼻子没有。那你要不要再示范一下这个动作，跟我们以前洗鼻子不一样？由这鼻翼往鼻尖方向，我们稍微这样推过去，轻轻的，你不需要太用力，对，哦，轻轻的，哦，这样揉捏一下，力道呢跟我们洗鼻的力道差不多，啊，你看我的整个毛孔呢，对，然后呢，它已经在开始分解了，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清洗动作，清洗的动作了，因为它分子很小，所以呢，它很容易让水分子带下来。好，今天因为其实我去了周大哥哦，因为这个在摄影棚其实洗脸等等的，就一盆水到底，但是重点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每天都在洗脸，我们都觉得说这个事情是这么简单，因为它简单，我们也可能就会忽略到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把我们的毛孔真的洗干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其实当初你接触到这个我们硅酸博士的这样子的一个酵素的一个封存技术的时候，你自己也惊为天人，对不对？对，因为我发现哦，我的竞争力提升了嘛。是，因为毕竟人家说男人在外面，哇，也耐乎。
那我再换第二盆水啊。好，因为这个水真的是，我不好意思在摄影棚里面比较不方便，比较困难一点哈。那我脸也比较大。好，好，你耳朵这边也有弄到，所以可能要稍微洗牙给一下。好，好，辛苦你了。重点是我们待会要看到一个是脸蛋没有粉刺，然后呢，脸蛋是很清、很清楚的，很光亮的。你会看不到我的毛孔。对，你会发现我的毛孔。可是它洗净力这么强，哎，去伤到咱的皮肤呗，为什么会修来呗？因为呢，它是纯天然的东西，是哦、它呢，因为它是指智慧型的酵素，是，所以呢，它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肤质。对，满意吗？哎呀，如果这一边再弄掉，就会更满意。你看吧，这一边是用卸妆油，对对，然后这边你看它整个的皮肤的白皙度，而且白了耶。对，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酵素哈、会把我们的黑色暗沉东西慢慢代谢掉，它要让我们彩妆类不会停留、所以你可以再靠近一点，对，再近一点，对，就这边这张脸，对对对，这边的脸。所以你看刚才呢，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一点一点白白的毛孔，但你看不到毛孔，因为它自然会收敛、所以呢，不是收敛毛孔，它是从深层的分解你毛囊里面的油脂，所以由毛囊做收敛动作。是，所以当毛囊有收缩动作的时候，代表你皮肤又活起来了。而且我相信哦，你现在的这杯脸，就是刚才用那个卸妆油，一点干嘛还归冰哦，刚吸掉哎，完全没办法呼吸的感觉。对，而且你看刚才我会拉把油，那用酵精脸很 OK， 是，我就很好。真的，对，所以我说为什么我现在敢用蒙甲出来，就是说肌肤洁净了，是，那我的长相是父母给予我的，是，但至少我肌肤洁净代表我对上司，代表对客户，代表对家人，对，代表对主持人的尊重，是，因为洁净很重要，真的哦，你没有什么方法，你必须找到上天所赐予的天然有活性的酵素。所以我来看一下刚才其实这个晶体哦，是就这么小小的，然后你其实抹过之后上面还是有这么一些白白的，这个其实都是它的一个分子，对不对？对对，而且听说它还是活的，对，它活的。